处综合啊，因为大家都会喜欢去烘炉地去拍，它刚好在它的正下方，这就进南宫嘛。我就去那边走走看，我觉得哎，这个地方有这个前景，我就觉得还蛮漂亮的。它不会被那个挡住，它可以一眼望过去，全部都是可以看到那个大城市那个美，大城市的美，还可以看到101，啊，龙就在我们的前面，所以它比较近，光线容易取得。我学摄影哈，开始对每一个事物或者一个点点滴一个小东西，突然之间我对这些都很感动，它的美让我更能够去注意到。我不要有压力，因为我喜欢就是说走到哪里，然后刚好有那个呛子，不是因为去冲那个景。摄影是很辛苦的，但是它的代价真的是很值得。